大家好，我是杰少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先赞后看好习惯，也欢迎新来的朋友订阅我的频道，并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。今天呢，要分享两个不好的消息。第一个消息就是刚刚我拖出来的，大家看这里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前段时间自己泡的那个葡萄酒，刚才我看了一下，我感觉是喝不了了。对呀，这个味道好重哦，好奇怪的味道。我就是刚才进去闻的时候，感觉哎，好像味道为什么今天觉得怪怪的，我就看了一下。其实这几天都有一点点，但是我没有发现，就是说没有特别的觉得很明显。因为你经常都是在这个房间里，你也可能你也不知道哦。从开始做到现在可能有20天了没有，有了，应该。我都忘记看了，你们看一下。本来看颜色色泽是很不错的，红红的，但是。发现味道那个气味吧，有点怪怪的。我看上面有一层有点像发霉，所以我们决定不喝了，不留了哦。对，然后刚才你们知道吗？我打开这个盖子的时候啊，我头皮发麻，盖子下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那个虫卵，我感觉应该是蚊虫的那个虫卵。看一下这里，居然有白色的小虫虫在爬，啊，好恶心，好可惜。对呀，真的好可惜啊，好浪费哦。花了差不多50块哦，对，还有加上糖呢。糖要五六十块了，对。浪费了几十块钱。你们看一下是不是很好看？但是仔细一看，真的是要不了了。可是我们做了蛮多次的呀，没有一次失败的呀。做了很多次，应该是4、5次都有了。对呀。这一次为什么失败了？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，以前做的时候它总是会那个就是冒起来呀，就是气呀。对哦，我记得隔一两天它又胀起来，很对，要把它压下去，压下去，但是这一次都完没进了全什么没有。气哦，步骤都一样啊，和之前呢。我感觉这一次我们量水不够干。但是以前看他们那些人做，很多人的水更加不干。不知道啊，那人家又做了成功，这也是蛮好看的，其实哦。太可惜了。就是那种，腐烂的味道，对反正对，不是正常的那种发酵的。应该，但是我们现在没办法了，也要处理掉，拿到楼下去扔了，倒出来，把那个渣捞出来，然后把那个水倒了，就拿到楼下去扔了。瓶子已经洗干净了，但是我发现房子里面好像有一股不太好闻的那个味哦，对呀，所以大家看这里有一袋，就是按照大家的方法的，来那个柚子皮来晒干。我想拿来熏一下，感觉好好闻。对呀，这个干了，很干了。对，非常干，不知道能不能点得着。应该可咦，这以，么天容然的易，吗？这么容易点着？因为它里面上面有一层油脂吧，再点多一点吧，不然它等一下不是，会我有。想闻一下这个烟是什么样子。挺好玩的呀，就放在这里熏一下。现在呢，我们来说说第二个不好的消息，其实就是跟疫情有关了。我们住这个地方呢，跟被封控的那个虎丘村呢，很近很近。你看马路之隔嘛，斜对面嘛，对呀，昨天也拍了嘛。原本只是封了一段路、几栋房子，但是现在把整个村全部围起来了。然后我们刚好就靠在边边这一边，其实我们两个都还挺担心的，对因呀，为我们有一个朋友也是住我们的附近，他们那边现在已经全部通知要去做那个核酸。其实我们也是隔3天72小时又做一次核酸，但是他们那边的话是，是一天一检。一天一检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很担心是不是疫情现在比较严重，但是好像也没有报告说有新增确诊。反正我现在也没看到有什么通知，对就是呀，具体的结果。还有网上很多人都在说要我们去买东西囤货啊，各种各样对哦。呀，让你看，都是大家发的那种，都感觉有点紧张。但是我觉得还是下午我们还是去买点菜吧，可以啊。因为我们这里毕竟离得太近了。还有那个我们上次去找那个九层塔的那个地方，花卉市场那里也封了。反正我们去买菜回来，就算。没有什么事情也是好事，如果有什么，我们也有准备啊，是吗？对。等一下就出去吧。找半天，原来二虎在这里睡觉，因为我们出去之前嘛，都要找一下这些猫咪在哪里。
我们再出去。现在我们从家里面出来了，我们每一天必须经过的这条路，然后对面那里就是虎丘村。你们看一下那边蓝色的铁板，全部把这个村给围起来了。看好上面这个是铁路桥，这里是出入村的村道。村口这里是。现在只能进去不能出来。虎丘村外面这里是花卉交易中心，全部封起来了。这里就是花卉市场的沿街店铺了，可以进去，但是一进去了以后就不能出来了。那里穿着白大褂，这里就是大排档了，晚上吃夜宵的地方，但是封起来了以后就不能营业了，损子大哦。肯定啊。看一下要买什么。菜心多少钱一斤？四块。四块。哇，这几天真的菜都贵了，但是没办法也要买呀。为什么感觉好多都没摆呢？这也好奇怪。现在五点了，2.5块。要点吧。对啊。2块是吗？对啊，蛮多的。要不要买一点这个？2.5块。它里面还有一颗白菜，有一半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啊、哦。马山黑山羊。外面这里是摆地摊，地上的。这个是多少钱一斤？这个。啊。这个3.5块。3.5块。这个是多少钱？2.5块。要这种白菜，好吃一点。这个红薯叶是什么？弄软的还是硬的？台湾的。哦，那等一下也要一点。要一点这个，要3块钱吧。嗯。这个1.8块是吗？那就要2块钱嘛，加那个一共就5块呗。这个可能叶子多一点。还有那个，不知道这边卖什么东西，现在都已经收摊了。这么早。鸡鸭。螺和鱼。哇，那鱼好大、哦。有。哦，那个鱼头看着好好吃，下次来买回去做那个砂锅鱼头。对啊。买了一些青菜，我感觉这几天那个蔬菜太贵了，下不去手啊。暂时不买，先买这么点，先回去吃2-3天。回去了。你干嘛？你要进去啊？不进哦。里面不能进去哈，过来过来，不能进，自己开门。你要进去你自己开，你自己开。你们看，二虎很聪明的，叫他自己开门，他真的自己开。哇，厉害哦，马上进去了。每天都知道自己开门，现在。对呀，好聪明。那今晚要吃什么？看一下有什么菜。这些刚买回来就先不吃了，待会先放冰箱去。那里我记得我们买的茄瓜都好久了，放在那里。什么时候买的我不记得了。好像都有一个星期了。还有苦瓜，不过先吃这个茄子先吧。哦。哦。刚好阳台那里不是。九层塔是吗？九层塔。然后就拿九层塔来做这个塔香茄子。好久没吃了，这个也吃。我今天买这个什么东西，萝卜干啊、嗯。这个我很喜欢吃，很久没吃了。来炒辣椒还是炒鸡蛋？辣椒鸡蛋一起上。那也可以，随便你哦。那今晚上我来炒吧。那你现在去煮点粥，还是煮点饭吧？我煮点饭吧，那你自己弄。今晚炒菜的任务就交给表弟了。我的天，好香。长得挺快的感觉。哇，真的很香啊！这样子一摘下来，隔一段时间又可以吃一次。是啊。你们看一下这一颗红谷九层塔，准备开花了。刚刚种上去都没多久，但是我打算留下来给它开花结籽，要明年的时候拿来种。哎，这个怎么没有点燃呢、啊？我们出去之前点的这个柚子皮好像都没点燃呢。这怎么回事啊、哦？你很干呢、啊啊。你看很干，哇，那么脆的，为什么？不知道。是难道要一直用火烧着？也不是吧，
吃饭了。今天晚上，表弟，掌勺，塔香茄子，还有这个是叫什么？萝卜干。萝卜干。萝卜干炒鸡蛋，然后炒辣椒。对，混搭吧。混搭。我看这个怎么样？这个茄子里面还放了那个腊肠。有九层塔放的，就是香，就是好吃。我怎么感觉表弟做的菜还比我还好吃，比我做的还好吃呢？看这个好不好吃？可以，这个很香。你知道刚才我去看那个留言区啊，我们不是分享了那个空心菜那个影片吗？对啊。很多朋友说不要放九层塔。九层塔跟那个沙茶酱混在一起，可能味道有点怪。他们这样子说，这样子啊？昨天晚上我们还真的想放哦，那幸好没有放啊。对啊，直接跟大家用这样的方式来交流，我觉得很好。对啊，学习大家给我们那些菜谱哦。对，然后我们自己做，可以试一下。我们也长见识了嘛。对啊，很多菜都没有吃过那种。对啊。大家知道吗？我们种在阳台上面的那个九层塔，我隔个两三天又去观察一下长了多少，因为我觉得真的很香，很喜欢吃这个。对啊，但是每一次都摘一点点过来，好少。不过应该也差不多了，今晚了，也够了。嗯，今晚这个刚好够，感觉就是有那个香味了。刚配料嘛，很香。对。大家说那个红谷九层塔比较香嘛，但是我发现真的不怎么好种啊。我种在那里几盆，你们看一下，好久了，感觉都不长，但是长出来一点芽，它又是感觉像准备要开花。这个青谷的九层塔种在那里，一分开出来，基本上一个礼拜或者十天左右又可以摘一次，长好多的嫩芽。这里面我还放了那个大蒜的呀。嗯，很香啊。嗯，我记得上次朋友们说要放大蒜是吧？对，所以我这次也记得，好像我有这么印象。真的很香，我感觉这个适合送那个稀饭，好像吃不完，明天就可以煮粥继续吃。现在吃到好吃的，心情终于好一点了，不像白天的时候，哎呦，其实挺郁闷的，就是做那个葡萄酒做的不成功。对啊。这个酒我很期待的，因为之前也是我一个人喝光的，基本上。对呀、啊，以后本来是留着说到时候分享给大家看一下。第二件事情就是说那个疫情的，对，其实挺郁闷的这几天。今天我们看那个风控哦。对呀、啊，但是想想，这个疫情我们也没办法控制啊，都得过。对呀、啊，这里封那里封，很多事情都不方便，很不方便呢。像今天我们跑了，其实跑了很多地方才买到这个菜，因为之前他要求是72小时的那个核酸结果，但是现在他要48小时的。对，然后刚好今天我们是超过了48小时，我们现在是72小时的，然后去了很多菜市都不给我们进，到最后去这个北湖菜市这边偏一点哦。对，它比较偏一点，然后他们就给我们进去，我们就到里面去买了。但是今天我们回来的时候又在路边排队做那个核酸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呢本期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观看影片的同时记得把广告也看完哦。非常感谢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我们继续吃饭咯。这个腊肠还好，不是很咸哦。嗯，你下次可以拿这个腊肠来蒸米饭比较好吃。好。